我打到泰坦魔域了。哎呀，这边好耳烂哦！哇塞，我居然来到超级大本营哎！旋转速度提升，好，然后看一下，这把是火箭筒，锁定速度提升，其实这把也好用。取回魔锅，穿越泰坦之河。哇，这边做的好细致哦！摸一下。哦，没有明年好吗？这只有一次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啊，啊不是，还是可以就是自己额外考吗？这种东西是学校办的没错啊，但是你应该也是可以到时候自己去额外在外面学吧，懂我意思吗？而且就算这样子好了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绝对啊，不是绝对性的东西啦，是吧？我都升级了，五点，差一点，看到处都是会飞的小恶魔，猴哥。哇靠，好痛！哎、欸，下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只有当居学生能参加，这是地狱幽灵。什么地狱幽灵？是教育部办的。我以前考过汽车驾照过不了，直接跟我妈说要把汽车驾照拿回去，什么意思？不是啦，虽然是教育部办的没有错啊，但是你可以以另外一种形式去完成嘛，懂我意思吗？我觉得就是不要觉得当下被否定了或干嘛的。有一些东西都只是白纸黑字跟文凭，那并不代表说怎么会有心脏，那并不代表说你就是完全的失败啊，懂我意思吗？真的啦！哎、欸，靠，又是你啊，女粉啊！女粉不要啊！大家都在看啊，女粉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女粉千万不要这样子，我会受不了。因为你现在报考的是学生组嘛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什么社会组之类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对啊，会有什么所谓的社会组啊？大智啊！挂了。又来了！
那个就是蘑菇吗？结束。啊！而且，像我啊，怎么讲，也有错过很多一些不应该错过的事情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没有进到自己觉得想要进的啊工作，或是干嘛的。我曾经也有去出社会，哦，有去参加一些考试。我那时候还在刚出社会新兴人类的时候，我讲好像是新兴这样子。我有去参加一些那个考试笔试啊，没啊？我有去参加那些有的没的啊，也是有认真的在看啊。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参加什么？那时候我是做什么工作啊？啊？那时候我做 CNC 洗床啊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在做的时候，老板就栽培我啊，要让我去学那个 CNC 更进阶的哦，然后什么六轴固定还是什么几轴，忘记了啊。当然就是有提供课程给我，我是学将近半年吧。对啊，我很认真的在学啊，然后就学了之后，就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。好，然后没有过，其实当下也是非常的气馁啊。但是我现在人还是活得好好的啊。哎呀，当下难过是一定的啦，用时间久了之后是可以去淡化它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有想过，当上就是你没有考过之后，你就可变性就会变多嘛。你可能会当下觉得说啊没有过很难过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，就因为没有过，所以你成为了实况主？哎呦，有没有这可能？对不对？老头就是因为没有过，然后呢，就有点不太想要继续学这一块了，然后就放弃学了，然后之后呢，进而当实况主，有没有？然后当实况主之后呢，就遇到了你们。好，那要是如果我过了那一次比试，那一次比赛过完了，好，我有过，那我继续当我的那个。公司里面的技师，我是不是就不当实况主了？你们就遇不到我了。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扣扣相连的吧，就是有相连的啊，所以说不要想得太死啊。很多东西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啊。我也不爱读书考试啊，哦。不爱读书考试，那就继续钻研你的烘焙嘛，对不对？你不爱读书考试，烘焙是你的兴趣，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因为这样子放弃你的烘焙吧？啊，靠李老师，欸，又是你！可以继续的啦，真的，老头支持你好不好？真的，老头支持你，在这个区块上，你只要不放弃，老头都马支持你。一次失败没关系，还有第二次，啊，几次失败都没关系啊。不过我感觉我刚刚所讲的好像没什么屁用，就是了。好，你也就随便听听啦。那到这边来，那边恶魔一大堆，果然是大本营哦。抓！抓到人。
欸，这边有四倍伤害，我不摸一下呢，真可惜。全部清完了没啊？哇！结束，立马到下一个船点。哦，天哪！好啦，我知道你想安慰我。哎呦啊，没办法，老头最不会安慰人了。我真的觉得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人欸。干，有一种感觉，还是不要安慰算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好像越讲越错，还是不要讲好了。真的没办法。哎呦，这里怎么那么黑啊？真的，其实有时候看到一些人这样子哦，就很想安慰啊，那真的就无没辙啊。毕竟像是喵燕你现在的这个比赛啊，讲难听点啊，我就只是个局外人而已啊，我不了解啊，我更不知道该从何安慰起，你懂吗？就是会有一种局外人在那边说风凉话的感觉，我是这样觉得啦。哎呀，就没有办法对症下药啊，这个我也没办法。我也不行。在干嘛？这里是哪里 ？Hello， 要蓝色的骷髅头是吧？没有红色的骷髅头，看你就很疗愈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居然看我可以疗愈，可以补血这样子，哇！宝宝，我现在要干嘛？嗯，怎么突然不知道怎么走？该不会是最上面吧？穿过泰坦之河。Hello。哎，天无绝人之路哦，真的嘞。我最多最多只能讲比较客观一点的，就是有的时候不是镜头走了啊，不，我在空山小。有的时候不是走到尽头了，而是你该试着转弯了。我之前常这样跟我朋友讲啊，这干嘛？这是要压死我的一个概念吗？靠杯，我是要死了。Oh my god! What the fuck?在干嘛？白痴陷阱吗？我觉得这设计做真的蛮白痴的。哎，滚开了！金色骷髅头，好哦。设计做的也蛮白痴的。我的天哪！无敌哦，替你开这个用的、啊，是哦，感谢刘活源的送礼，谢谢。今年的题目蛮鸡巴的，就是了。啊！快点让我出去，这边很毒。完了，完蛋了。
别！我快死了！快让我出去！出口在哪里？补先补血。好，出来了。孔明的陷阱，又是女粉。Oh my gosh! Mamma mia! 小废物，结束。哦，需要这个加子弹。怎么会在那边讲查查查泡饭啊？老头为什么没有去 LAN party 啊？啊，就不想去啊！我觉得累，真的。LAN party 这一次我没有报名啊。对，我这次没有去报名 LAN party 的活动，因为我觉得去那边说实在的挺无聊的。或许明年吧，明年会去吧。哎、欸！哎哎 ，What the？ 陷阱哦！谁呀？哇！干嘛啊？啊？啊？到底在干嘛？这到底在干嘛？好哦，我莫名其妙上来了，然后这应该只是给你拿来开开关用的啦。我被压死了！哇哦，还不如开直播找老公，开直播找老公，谁是你老公啊？讲清楚啊！啊，开直播找老公，哎呦喂呀，不错哦，都吃这味的哈，以后缺女朋友就开直播找了。是不是？我懂你，我懂你。我刚直接被压死啊！哇塞，这样也行。好家在我闪了。还来啊，波比！没关系，我撑得住。这到底是干嘛啦？
挂了。哦，姗姗来迟呢，这只。耶、yeah ，结束。好，这个我要小心翼翼的，不然被压死。赶紧被他砸死一次了。我也要开直播，你要开直播找谁啊？找老公啊？啊，你要开直播找老公是吧？哇，这个进不去怎样？哎、欸，这边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啊？哦，蓝色骷髅头，入手。蓝色骷髅，我觉得这边应该要大战一番的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那我给你那么轻松的、啊。幽灵，这个是新怪物哦，怎么看不出来啊？我操！他的行为模式跟女粉好像哦。就女粉来着的、啊，快跑哦！什么东西打我？哪里啊？站桩，站桩机。我靠，这个站桩不能移动。可是我刚不是点一个技能站桩可以移动吗？干，不能点。Oh my god! Oh my god!结束。打完了，哇，可以走，可以走了。他直接把我传回来，直播开起来，然后我就有男粉了。哇，你要男粉干嘛、啊？仅有毁灭战士能与成群的恶魔匹敌，我就是那个嘛，我懂我懂，我就是那个毁灭战士嘛。滚滚滚，跑嘞，滚，都出来哦！这在爆什么东西啊？别跑哦！嘿嘿嘿，看他都跑了，这样子有那么怕我？他真的怕我哎、欸！哪里啊？哇哦！结束。替你女，那近战的撕裂感好爽哦，有没有？很爽，有没有？啊，要不要来玩来发泄一番？
传送了。哦，舒服。你有女粉啊？那我要男粉。哦，啊，这个女粉